我们一直在测试，就是说 Lightdam 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。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单元模组的像素组成的一个灯光艺术作品，所以我们也尽量的想要把它的所有的潜在的这种可能性都发挥出来。这次除了手势互动，还加入了录制手势，这个功能，就是希望以一个共同创作的概念，让每个跟作品互动过的参与者都可以留下他们跟作品互动轨迹，作为下一个阶段作品呈现的另外一种方式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有曾经想过说，可不可能在这个展览的过程中，收集了这个每一个互动的人的这个过程哦，你最后把它集结成是一个公众或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艺术创作，那这个又把这个艺术品又是带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，就是说它其实不是只是展现一个样貌，它不仅只是跟人互动，同时它还记录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个所有的过程。Lightdam 它也是有很多不同个性的 Lightdam， 就是可能有一个是比较安静的，可能有一些是比较上班族的 Lightdam， 有一些是可能是比较热闹好玩的 Lightdam，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个性。那这个就透过一些编程，透过这种灯光的变化，它可能会跟那个空间或是跟那个空间的使用者会产生一些共鸣，这个是我们比较希望可以做的。